做一个还是男子和不舍换一个角度去写这一句我重生我生命里面都没有故事所以就做一个婚姻的这次就更多的精力放在演员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姑娘哪怕就是你心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我也心疼你我也觉得你不理解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快乐你为什么见不得我好那个是我想让你好所有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中间这个过程是好看的就但凡这种较量的戏有了这场戏就有了词儿从来我认为表演上词儿不重要对不对那我想要点不一样的东西不管词儿这边找状态你俩随意去争吵表演应该是行动优先目的优先最后那条区很明显很多词儿没开出来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内心的情绪就已经涌上来了